Since the start of their partnership in 2017, Zheng Xiwei and Huang Yaochong have dominated the mixed double scene, picking up 21 titles that included back-to-back world championships. Without a doubt, the then world number ones were hands down the favorites to win the Olympic gold medal. Badminton Unlimited sat down with the Chinese duo to relive these significant moments of their Tokyo 2020 journey.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俩的第一次奥运会，所以我觉得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其实有很多前辈也会说了，可能你之前的成绩好，但是你奥运会上可能会有一些市场的发挥，所以也是借鉴了前辈的一些话，然后我们俩对于奥运会的每一场的准备，然后在场上的严谨程度，我觉得是会比之前的一些比赛会做得好一些的。 因为我们小组赛的第二场对手是对那个荷兰的那一队皮克他们，因为我们之前在全英的时候是输给他们的，所以这一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去研究对手，然后去战胜他们，我们才有资格去争夺小组出线。 因为我觉得也是老对手了，然后其实我们彼此也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们在奥运会之前也是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有录像的研究，然后去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战术。那可能我们在奥运会之前都没有出来比赛，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奥运会的一些状态啊，或者是一些改变可能是未知的，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战术吧。当时其实赢了乔丹他们，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信心的增长，因为我们也是长时间没有参加国际比赛了，然后能够取胜也证明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是练得非常好的，所以对我们半决赛来说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我们进了半决赛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是能够赢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开局的问题吧，我觉得开局会有一些落后，然后因为在这种大赛上，我觉得在开局落后，其实对于选手的压力，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的。然后在第一局输掉之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细节没有做好，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追上去的。第二局其实我们把。 整体的失误率减少了，其实，在第二局我们的开局其实没有像第一局打得这么差，我们其实是一直是把比分能够咬住的，所以在后半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比分跳开，所以说我们第二局能够获胜。其实第二局赢完之后，进入第三局，我们是觉得我们是非常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在第二局这么困难的情况下都顶下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第三局可能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看到了希望。我觉得还是在第三局的换边之后的那几分吧，就是我们的一些无谓的失误，然后导致了可能让对方连续拿分，然后也有几分就可能在多拍对抗上也是会有一些细节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以才导致说是让他们一直在连续拿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把比分咬住。 当时还是觉得遗憾非常大的，因为是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比较可惜，因为我们其实整一个比赛从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能够赢下来之后，然后第三局看到希望，然后加上我们第三局的前半段是领先的，然后到11比10也是我们领先换边的，其实有很多的中间的形势是我们能看到我们是已经有希望了。 After the Olympics, the 24-year-old Zheng took a break fro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o get married before traveling to Spain for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However, the top seeds were unexpectedly knocked out in their opening match, ending a somewhat disappointing year. Their highly anticipated return this season has been met with the surprising news of their split,
with Zheng teaming up with 22-year-old Zheng Shuxian and Huang pairing up with Ocean Yi for the upcoming European swing. One thing is for sure,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ese two new partnerships in action next month.